擒拿术、搂脖子，不同方式破解。择身搂脖子第一招，双手扣着对方的胳膊向外翻转。第二是破解，接地前滚翻。第三种破解方式，借力则倒，转身肘，向反反向旋转，遮对方胳膊。第四方式破解，抱腿摔。第五个动作破解，抱双腿摔。第六个动作破解，右手反锁对方的脖子。第七个动作破解，发财手点点。关注，谢谢。